府的千金就是不一样啊，喝个咖啡都包场。什么事啊？说吧。你给我的那盒残次化妆品里面到底放什么了？你是不是故意布的局啊？你真的把顾海棠的化妆品换掉了？你到底放什么了？你这是在质问我吗？那残次化妆品是什么？就是残次的香粉啊！不信你自己往脸上抹点试试。我不过是为你解忧，一起过过嘴瘾罢了。谁知道你真的去干了？哎，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啊！你可千万别拉我当垫背的。你是不是想陷害我？你一早就想好了吧？我的大小姐，你可是龙大帅的千金，我一个小小的工坊女工，就算有天大的胆子，怎么敢陷害你？就是你，你这个骗子，你这次把我害惨了。哎，天地良心，上次你还说没有朋友肯帮你，现在我却成了骗子了。哎，好人难做呀。朋友，朋友个屁，我就是被你利用了。是朋友也好，不是朋友也罢，现在我们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你要是把我供出来，就得承认自己是下毒的凶手，这可是杀人的大罪。你说我利用你，我怎么觉得你是在利用我呢？你终于找到一个借口，灭了易小姐，又除掉了海棠，这一石二鸟的结果，最受益的人是你吧？我根本就没想让他俩死。你真这么想吗？你和海棠表面是姐妹，你心里最恨的就是他吧？只要海棠在，月轩少爷真的不会属于你。你比所有人都希望他死吧？我没有。除了死，还有什么能够打败他的呢？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我刚才说的可不是我自己的想法。你这么高调的追求月轩少爷，现在又害得海棠入了监狱，你猜换做其他人，会不会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呢？你什么意思？龙小姐，别自己给自己找死路。